好，针对这只目前被全台通缉的狒狒哦，当然是引发话题关注了。而高雄市长陈其迈也跟上热潮，在脸书晒出一系列动物园狒狒照，还搭配了注解，让网友笑着说支持他继续耍狒。东非狒狒逃家，全台关注。高雄市长陈其迈跟上热潮，脸书晒出一系列狒狒照，像是嘴角露出一抹微笑的狒道笑，还有晒太阳耍狒。费力挤进镜头，甚至改编天团五月天歌词，费力行销，不仅网友直呼有梗支持耍费，也让寿山动物园涌进不少人跟风看费费。来动物园会不会特别想说多看几眼那个费费？会啊，还蛮好玩的，因为我们平常看不到啊。费文大推动物园成功行销，清明连假即将到来，动物园寄出优惠。4月1号到4月5号这段期间，我们每天的话都是欢迎12岁以下的小朋友可以来到寿山动物园参观，配合我们推出这个免费的优惠，这段期间每天会加量贩卖现场的门票有1000张。而对于东非狒狒爬爬照，园方也提醒，如果在外遇到，最重要的就是保持距离。狒狒它并不会主动来靠近或攻击人类，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不要去主动靠近它，其实就非常的安全。东非狒狒逛大街捕狒行动全台关注，民众跟风看狒狒，为动物园带来一波热潮。记者柯承浩高雄采访报道。